这是十一的，喝着呢。这个是你。佩奇，今天我们来到小院，发现我们的门也被我们的调皮的毛孩子给咬了一个大洞，现在也是方便我们的小十一来回的进出了，其他的小毛孩子也都能够都能钻进去。哎呀，啊，狗不都没有了吗？这两天这个猫孩子胃口比较好，都剩这些了，都剩这小点了。哎呀，我这前两天不是刚买了两袋吗？来，让一下。最近可能吃的比较多。那今天我看这爷爷不够了。不够了，咱这还有面条，明天我再想办法吧。今晚上这爷爷不够了，我看。不够了，咱回来。咱还有面条是吧？是给弄点面条子吃，等会儿咱给猫孩子煮点面条吃，先让他吃。大家好，我是亮子。今天我们前两天救回来的那几个吸狗那个毛孩子，也是严重的营养不良。今天我们找的是去了最后一趟，毛孩子拿了两包牛奶，给他喂。希望他也能够快点好起来。再一小分儿，我们给我们的小十一。这是十一的，喝这个。快，喝这个。这个是你。你要呢？你喝这个。Thank you.